咪哥，今日咩事啊？发生？今日系点解会召我入嚟采访嘅？我冇啊！今日有十间大学好无聊咁样，话想打个 war game。咩大学先？系由英国同埋加拿大大学加埋一齐嘅。咁今日有几多人啊？今日有百零人左右，百零人。我叫 Leon 啦，就帝国理工学院嘅中国学生会会长，大学对大学嘅比赛咯。咁因为平时搞开篮球嗰啲，年年都有噶啦。就喺香港。系啦，喺香港暑假年年都有。嗯。咁就啲人要需要经验咯，但系我觉得 war game 就可以零经验啊，咁多多啲人一次过打，一日可以打晒，成件事可以好完美咯。嚟咯。喂，而家咩事啊？今日 war game 界咧，仲未走得，仲未收得工喎。咁啊，有三队啊，有三队，有三队系冠军，所以咧，而家我哋有 play off， 有季后赛。第一次喺香港玩 war game， 三队 off 嘅。系边三队？跟住喺度互抽，就一打一打一，都冇天命。输嘅人果然。单发。
喂，你哋邊間大學噶？我一千我哋。嚇！你哋唔係大學生嚟嘅咩？係。邊個係大學生？全部都係。邊個大學生？幾多個大學生？你都係大學生？我哋全部。喂，你係咪留咗好多年啊 ？OK OK OK OK。畢業喎。